注意，请大家从大学里出行到三月份的活动地点，同时要下载我们京东三月份身份证号码有一三二六，从现在就可以到兑换处准备兑换礼品。相信兑换礼品是非常快捷的。活动，只要你是星光三月最精彩的特辑，同时又下载星光三月的 App。